1 Did you see the sparkle? Did you see the sparkle? 2 Helen is afraid of squirrels. Helen is afraid of squirrels. 3 The kids skate on the ice. The kids skate on the ice. Four. Their brutal size. Their brutal size. Five. Come on. What is the surplus? Come on. What is the surplus? Six. They seal the letter. They seal the letter. 7 It is sacred. It is sacred. 8 Let me show you the quiet straight. Let me show you the quiet straight. 9 Kate does not like this suit. Kate does not like this suit. Ten. I seek for the chance. I seek for the chance. Eleven. Oops. Chuck scraped the car. Oops. Chuck scraped the car. Twelve. I see a small sloop. I see a small sloop. Thirteen. Oh, that is really scabby. Oh, that is really scabby. Fourteen. Cheryl, can you get me a sable? Cheryl, can you get me a sable? Fifteen. Please make a sentence with the word sampan. Please make a sentence with the word sampan. 大家好，大家好，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字正腔圆呢？非常的清楚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发音，要发音要字正腔圆，<證>那就来看看我们的。 <laughs> 发音图吧，发音图，你讲的比较委婉，要是我就讲器官，<laughs> hey, 器官图有点令人太害羞了一点啊。不要这么说，我讲的是脸部、<laughs> 面部的器官。<laughs> 快快开始。好，OK，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地方，我们请 p r 老师帮我们勾出来啊。哦、好，左边那个最左边上面一点点蓝色的，像一个钩子那边，我们是鼻子的部分。OK，那鼻子右边那边有一个白白的一大块，叫做。 鼻腔，鼻腔，对，听起来好像有点诡异。就是鼻子里面有有空间的地方哦，所以那个空间待会我们在发音会运用到，对不对？对，会有共鸣存在。太好了，那鼻腔下面那条蓝色的横杠叫什么？呃，下面这条蓝色的横在前面凸起这一块。哦，这一块这一块有点像肿瘤的这一块。没错没错，它是我们的上嘴唇。OK，那有上嘴唇就应该要有下嘴唇。OK，那嘴唇后面这两排尖尖的东西。哦，这个尖尖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牙齿了。啊，其实它就。 是一个侧面的脸部器官图了，<的>所以我们只要想象同学侧面就可以知道大概脸部就长这样、欸對對對。就现在请同学看一下你左边或右边同学就对了。呃、那应该蛮恐怖的，<laughs> 对，恐怖的器官。<laughs> 那这个黑色的一整条还有三条线出来，那个是地方是？哦，黑色的这个是我们的气流从肺部吐出来，在讲话的时候。嗯哼嗯,哼嗯哼。所以其实发音是吐，不然就是吸。对，其实说话都是吐气。OK，比较多哈。嗯。那我们谈到了这一块吐气的部分，我们叫。 口腔了啊，有鼻腔，有口腔了。对，就是这个空白的部分。太好了，那口腔上面那边那条蓝色是什么哦，这一个地方吗？对，没错，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上颚。上颚，OK，所以也会用到了啊。对对对。那下面这一坨蓝色的这一大块是什么？这一大块这一坨是其实是我们的舌头。要命了，这舌头真的是不能小看它，它蛮大坨。对，蛮大体积的。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发音的第一个位置啊，也说第一个发音的音标。对。 它发在哪个位置？今天我们发音的字，它在这个地方，它念作“嘶”。对。 太好了，就是 S 的那个字母，对不对？嗯、对。那他会注意哪几个线索？比如说牙齿怎么办，P.J. 老师？嗯，其实我们在念这个字的时候，嗯嗯、同学们你可以一起念念看。对。它、呃、其实你的牙齿啊<对>是上下轻轻好像靠在一起，嗯、又没有靠在一起。嗯嗯、那舌尖呢？就很自然的放在你的呃牙齿的后面就。是。牙齿的后面一点点，就像这个红色的点点是一样的、嗯对啊。对对对。OK OK，那气是要吸还是吐？当然是要跟画面里面一样，把气从喉咙往前吐。嗯嗯 吐出来，OK OK，然后这个时候要带动一点点气出来，对不对？对，就像声音、嗯、，OK，、嗯、有声还是无声？它其实声带没有震动，所以它是无声的声音。嗯、所以这个时候，同学只要用两个手指头摸住他的喉咙前面一点点，嗯，就会感觉到有没有震动。对，没有震动的，其实我们叫没有声的发音，就是无声呐，哈，嗯、就是。 就嘶嘶的声音就对了。对，好，太棒了！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 mini pair 几个题目。我们精挑细选有几题呀、啊？嗯，我们总共挑了三题跟大家聊一聊。真好，也不过只有十五题了哈 <laughs>、哦，也不精挑细选。<laughs> 我们先看一下第五题好了啊。好，那我们请皮志老师帮我们做一个示范。第五题的 A 选项最后那个单词叫做 surprise。surprise。那 B 呢？最后那个字叫做 surplus。surplus。第三个 C Sur <plus>。surplus。surplus。D。 survey survey，觉得那个 s 好像不能忽略它。对，它就是那么有一点，可是你一定要吐下那个气出来。太好了，那 OK，我们看一下第八题。第八题也是请 Peter 老师帮我们做示范的 A 选项，最后那个字。stream stream B street street C straight straight D strand strand。感觉就是你说的哈，一定要有，嗯、又不能太多。对啊，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题好了。最后一题 question number ten，我们看 A 选项的第二个字。 二个字嘛？对对对对对，<laughs> 你还晃神哈。<laughs> OK。第二个字，他差点让我們不能够忽略他了。<laughs> 哎呀，不要这样子了。好，第二个字是 seek。seek Se。那第二个呢？B 选项。s i n g s i n k c。 C s, <S C，第四个 D。c e <'s, S 2> 对它这个的发音就是两个牙齿必须要能够靠在一起。OK，就是咬合。那舌尖的话呢，对对轻轻的顶在后面，不用太大声，也不用太小声，就放松跟性感一点就可以了。嗯，好，那我们来看看下面我 <laughs> 大家帮你们同学准备了几个这个 minimal pair 的几个会混的字。<对>我们看到呢，画面上有两个字哦，左边那个字我们念作。 而右边那个字呢，字尾有那么一点讨厌。不过以后看到 t 跟 s 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念的有那么一点像我们的注音符号里头的“呲”。这个字念“呲”，试试看哦。这个字怎么念呢？念作 “fat”，“fat”。 所以会发现，哎，好像很像，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呢，稍微有点头疼。不过，不能因为呢有点头疼就不把它念出来喽。不信的话，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小实验。我们请呢李杰老师为我们示范一下。facts，facts。我们这次呢，用老师示范的声音呢，我们用机器把它的声纹图给记录下来了。 刚刚说呢，在字尾的部分呢，要特别注意有差异，对吧？真的是呢，机器非常的清楚哎。那这个东西是细微的差距哦，其实是在 native speaker 他们的耳朵里面，其实都可以分辨得出来的哦。我们往下面看一下下，这个字我们念作 section section，而右边那个字呢，可以看到正中间有一个字 c。 这个字 C 哦，它不念出声音来，它不发音。可是呢，你要先让它停在那边，要有停顿的感觉。这个字怎么念呢？Section，Section Section。好，我们来请老师为我们示范。Section，Section。真的，你看看哦，在那个箭头所指的地方，就是刚刚呢特别叮咛各位那个不能够发音的 C 的差距，有没有发现？哇，这两块真的有不同呢。那我们往下再看一个组合。 好了，这两个字呢，应该很清楚，应该也是字尾的部分呢，有一点点呢头疼。那左边那个字呢，我们念作 prices，prices。这个字右手边我们念作 prizes，prizes。好，我们请老师一样为我们再示范。prices，prices。 在尾音的部分哦，我们常常叮咛大家呢，这里要不发音，那边呢要发音，要呢多一点点气，少一点点气，原来呢也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耶。我们来再看下一个组合，这两个字都蛮简单的，不过呢，同样也是字尾的部分呢，讨厌了不太一样。左手边那个字我们念作 gas gas，右手边呢 g a s t g a s t 这个呢，字尾一定要把它念好哦。我们请老师为我们示范一下。Guess，guessed。大家看呢，那个黄色箭头的部分，在字尾的地方呢，没想到以为它是无声的子音，但是它记录起来也是蛮明显的耶。我们看最后一个字组，左边那个字呢，我们念作呢，device，device。呃 device, device，右边那个字的字尾哦，要是没有声音，这个字念作 device。 d i v i d e 那我们请老师为我们示范。Divides，divides，这个字尾的黄色箭头所指的部分真的不太一样诶、欸，所以呢，之后呢，同学们，当大家在背单字的时候呢，嘴巴呢可以试着念念看。 然后同时感受一下下呢，你说话的位置是在嘴巴的哪一块呢？这边扭扭，那边动动。我相信大家呢，以后在练口说的时候呢，对发音、嘴巴里发音的位置，应该更有新的一番体验跟见解才对了。这次呢，还蛮好玩的吧？所以呢，我们今天的 Mini m a r e Pair 就先到这里喽。我们下次呢，再见喽，拜拜。<music>